攻讀《中途大事錄》，弟兄們專心聽取中途的訓悔，時常團聚擘餅祈禱，因為中途顯了許多奇蹟異事，各人都滿懷敬畏之情。凡信了的人常齊集一處，一切所有皆歸公道。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，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。他們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地聖殿，也挨苦百病，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。他們常讚頌天主，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。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。上主的話。感謝。